视觉中国俊早前乘一航现身上海机场后，直奔酒店与男友会合，两人手牵手买了啤酒，在街边边走边喝。当时二人全程手牵手，十分甜蜜。贴心的男友还为陈意涵蹲下系鞋带，陈意涵当天笑容满面，看来要与男友会合显得十分高兴。早在七月就有摄影师拍到陈意涵与神秘男子深夜聚餐，脚步飘忽，疑似喝醉，并且陈意涵还和该男子亲密互动，搂搂抱抱，最后乘车一起离开。而当日被拍男子与今日被曝主角从外貌到身形极为相似，极有可能是同一人。据悉，当时陈意涵还曾从身后环抱，并将头轻轻依靠在该男子肩上，弄得外套不小心从身上脱落，陈意涵便将其捡起交给这名男子，随后两人手牵手一起上车。这一路上二人如胶似漆，十分甜蜜。上车前，陈意涵还挽住了那位男子的臂膀，两人一起临近入座到汽车后座。此次时隔四月再次被拍，两人亲密程度不减，不但与上次同样被拍到一同就餐坐车离开，更是被曝一同入住疑似该男子住所的某小区。陈意涵全程笑意盈盈，翌日更是穿着小背心边掏耳朵边抽烟，状态十分放松。